喂，大家好啊！往时放工咧，喺呢个 Fairview Mall 呢个位翻翻去 Forest Parkway 啊，呢度冇理由喺呢度停到嘅。如果我后面十个车位到先可以停到喺度等前面转灯，即系起码转多一次，然后我先至过到呢支灯。咁点解今日5:36咁方便呢？往日逢星期五咧，冇咁顺利噶，而家嗱，而家即刻又过到，有时啊停咗中间嘅啫，顶住晒啊车全部，边有咁多咁少车？圣诞之前咧，就日日都系塞嘅呢个位，而家咁样代表咩咧？好多人仲系放紧假，未开工。或者根本啲生意係淡靜嘅，咁啊叫個伙計，放長啲年假啦，放到1月15號啊，1月20多號先翻嚟啦，攞埋啲大假啦，咁樣就係咁情形啦。即係話，換句話咧，即係。生意淡靜啊！好明顯咧、啊，喺茶樓食肆就知噶啦。以前等台等到撲街嘅，而家基本上咧唔使等嘅。你幾時去到都有位啊，頂多都係等應等10分鐘、5分鐘嘅啫。今日經濟慢到咧不得了。好啦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